欢，家家户户发，不管多傻都成傻，越做越大，你发我发，一起发发发。在老家，你发大发。
动作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前奏部分，四个八拍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活动我们的双膝蹲起的节奏，来，放松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换过来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迈开腿，二、二，膝腿后面，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继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我们来学习背面，前奏部分四个八拍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尽量放松，双膝的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一。好，我们来学习 A 组部分。A 组部分四个八拍，重跳一次，注意的是 D。来，我们来学习 A 组部分，四个八拍，重复跳一次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脚跟前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原地踏步，双手交叉打开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左右并步，五、两，双手握拳，轻轻敲打一下，放下来，七、八，好，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八拍，来，三、二、退，三、四，好，我们要找脚的方向感，好，跺脚跟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重复跳一次，好，我们来学习背面，第一 A 组部分，四个八拍，重复跳一次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左右并步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压腿上步侧点，上退，四、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跺脚跟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，停。好，我们来学习 B 组部分。B 组部分八个八拍，注意的是跳到第一段 B 组部分后面加四拍。来，我们来学习 B 组部分八个八拍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左右并步，做一个弓起的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左步，然后后垫步，五、两，后垫步，七、八，好，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八拍，压腿上步侧点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退下来，做弓起的动作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开始重复跳一次，好，来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压腿上步侧点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退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十字步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我们来学习背面。B 组部分八个八拍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压腿上步侧点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退回来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十字步。四、二、三、四，侧点，五、两、
七八，继续五二三四五，两七八，两二三四退五，两七八，七二三四五，两七八，八二三四五，两七停。好，注意的是跳到第一段 B 组部分后面加四拍，一二三四。好，亲爱的舞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